我现在开始煮中午饭吃了，煮个稀饭，排骨稀饭。这边的话是那个德州山往那个牙江县的那个路上，318国道嘛。这里的话一个停车场，这个停车场是免费的。然后下面的话就是一个村庄，等一下去村口看一下，用无人机飞一下。这个地方的话是可以飞无人机了。这个地方的温度的话，大概可能就是有10度，虽然说温度只有10度，但是就这个太阳了，非常的辣，感觉晒下来了，很辣的太阳。挺辣的这边的太阳，10度的温度的话，感觉到一点都不会冷。去这个村子的村口看一下。这条路过去了就是他们村口嘛，哦，那边也有一条公路。哎，这个牦牛远一点。当地的庄园在这里放牛。这两只牦牛它要过河了，要过河了。那就跑过去了。这一只在河里一动不动的，现在中午应该比较热嘛。那上面的话就还有雪山，那个雪山的话就是折多山。这边漳州人的房子，你看他们都是挺漂亮的，你看他们的外观是吧，很漂亮的。他们的房子是吧，如果从单单从房子外观来看的话，住在这边的漳州人他应该挺有钱的是吧，一栋一栋房子都那么大嘛。进去看一下，怎么这只牦牛实在大，这只牦牛。这个这一套，这一栋房子是他们的那个，应该是村委会吧。安良村空定是瓦泽乡是吧，
这边的这个是参织布，看一下，参织布这个，这是参织布的，他们写的很清楚。那这一栋是参织布，农民工啊，写着农民工。这个还是以前的，以前的。三个就是搭着这三个塔，哇，这个三个塔挺漂亮的。这上面就是他们的村子了，村子就不上去了，村子不上去了。